层层联婚全城齐贺，无线直播婚宴。阿妈，阿妈啊，我晕啊！阿叔都凑热闹，不过影后啦。人哋日前俾陈一薇封豪盘噶啦，但会唔会喺香港告白气球啊？唔系，仲有好多朋友要请食饭，希望将呢个开心感延续落去。有全 TVB 想搞大你哋个 wedding party 玩直播喎、啊，我两食饭啦，而家食饭，而家煮四围食饭啦，而家系直播食饭啊，咁样直播食饭，因为有排直播，直播到年尾喎，因为好多 party 啊，咁又，所以变咗我哋分开食咧会好啲。系嘅，搞咁多嘢，老婆辛苦噶嘛。如果佢 handle 到嘅，我相信佢又可以做媽咪，亦都可以做翻演員。我坦白講，我覺得佢一個非常之好嘅演員嚟，所以我覺得如果佢拍係會嘥咗嘅。點會可惜？聽講陀 B 有獎噃，分你間 coffee shop 一半股份。唔係辛苦嘢等我做啦，因為其實仲我做好多。冇啊，佢坐喺收錢，收錢，佢再收錢啦，佢其實就咁快就過少拉生活，恨死人啦！寻日成班同事出 show， 诶，契哥话佢因为有啲升我太太，因为我开工，去唔到上边考试，阿毛真系好好嘅男仔，即系又顾家又浪漫啦，咁阿妹又中意浪漫，我觉得系真系天造地设。我喺微博恭喜咗阿 Amy 咯，好突然啊，同埋帮我好开心咯，好难得咯，喺巴黎结婚啊，好浪漫啊，真系好羡慕。应该仲足三年好两啦，同埋佢哋两个咧都系好开心嘅人嚟嘅，咁所以佢哋嘅 baby 都应该会系好开心嘅咯。三年好两，叫阿毛问过 Amy 先啦。